接着来把上次没抓完的鱼啊抓掉，把水放了，他们昨天晚上煮住了。那往前走上，那好像稍微放了点这个，差不多20来分钟就干了。这里面还有很多香蓟，都还是苗子，等一下我阿舅回来抓一点，放到他自己鱼塘去。这活的人你爸哎。哎，我二舅来了，加油加油，你再送啊。哪笨哟，那还得水面再加个水面吗？你到底平地山太近很近，马上可以抓鱼了，现在开始抓鱼了。我二舅要200-300条香蓟苗，这里面应该有。还有一点水，干不到底呀、啊！人工来，不然你们继续抓不到。轮流来，太累了这个。只有三个掏网了，只有掏网了，我用手摸，手摸还过瘾一点。妈，你这地方就是那。哇、哦，好大田螺！这抖的吧？香蓟都是些鱼苗啊，还可以养一年。这香蓟苗啊，有3-4两，一条。兄弟，不够，对吧？上不去，抬，我抬一下。抓了差不多有200-300条吧，打死差不多。我就要200多条，剩下的我们放在自己鱼塘去抓鱼苗了。里面还有一点，现在下雨了。哎，还有一个，里面还有一点。你看时间。啊对，哎，是。哎，天天下雨。我二舅拿了差不多200条，然后放他自己鱼塘去了，省得买鱼苗了。我们留了差不多有没有100条，有70条哈，应该有。现在挑一点鱼，啊，这个留着回家吃。挑点鱼放在鱼塘里。